香脆蚂蚱，这个一包是35克啊。之前没吃过这个的时候啊，一直以为是黑暗料理，自从吃了一次呀，才发现它真的是人间美味。它有带这和祛湿2个啊，这个就是一包的量，倒出来就这样一小盘了。这个8+1真的是老美了，有香辣和孜然2个味道，它里面是公母混合的啊，就是公母都有。公的吃起来口感酥脆，母的吃起来肉质紧实，有的里面有籽。每袋都是这种铝箔袋装的，独立包装啊，叉烧即食或者是空气炸锅加热一下都可以啊。看，这个蚂蚱是选用的人工养殖的东亚飞蝗，就在草场里面养殖的啊，只吃纯天然的草，无公害，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，个头还是很可以的。配个8+1绝绝子，香辣的吃起来也不怎么辣啊，就是脆脆的。牧场的蚂蚱营养丰富，而且它里面含有丰富的软磷脂，正常吃对咱们身体也是很好的，健康又美味。